他与陈思诚同居三年，却输给了佟丽娅。如今36岁，成人生赢家。如今的陈思诚和佟丽娅是娱乐圈的一对明星夫妻，两人因戏结缘，在2014年1月在大溪的举行浪漫的婚礼。其实，在遇到佟丽娅之前，陈思诚还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，就是和内地演员沈佳妮。沈佳妮有着170的高挑身材，虽然长相不是特别惊艳，但是越看越有韵味。在她上大学期间，就因为拍摄了海岩剧《平淡生活》而备受关注。如今36岁的沈佳妮真是一个人生赢家，不仅家庭稳定，婚姻幸福，而且还有一双可爱的女儿。相较于佟丽娅在婚姻中爱得太卑微，沈佳妮和朱亚文的婚姻是多少女孩羡慕的爱情最美好的模样。